很想要知道这对额纳有没有防止额纳飞出来的效果。我现在让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个杯子，然后我下面有用我们的网子，看，然后我关了两只在里面，它们完全是飞不出来的。看一下，没有办法逃出我的法网。OK。这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效果。OK， 我本来想要抓蚂蚁，但是我们这里太干净了，抓不到。然后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排水。那我把水倒下去，下雨的时候完全不用担心，排水超快。OK， 然后看一下。刚刚的特别嘉宾还在里面，水淹起来，他们也是跑不起来，所以可以很放心的买我们的产品。